第28届中国厦门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红毯仪式将于2019年11月23日傍晚5点至6点半举行，预计届时将会有超过600位明星参加。本届电影节的规模之大，规格之高，创历史之最，共收到各片种报名影片277部，其中故事片103部，中小成本故事片82部，儿童片25部，美术片12部，科教片7部，戏曲片20部，纪录片28部。今年的颁奖典礼将以简洁大方的舞美设计，庄重热烈的典礼氛围，体现金鸡奖的思想艺术价值，向优秀电影人致敬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